他是没吃过啊。爸爸也来啊！你自己把自己绑起来了，那就是要我们的累了。算了。哎呦，我来吸吧。对，我刚才也放了吸吧。你看苏文那个样子。我觉得这是高兴的喊，不需要出来的。我觉得很快就变成要出来的喊。好，要出来了，我觉得。水不断的往下流。妈妈，你小时候从来没这样喊过。Huh?